特别的那个可爱，你也很可爱。
看到美女都被倾倒了，更何况现场有这么多喜欢美女的帅哥呢。刚才那位先生胖五哥说，女生往后靠一点，你把刘小姐的风采挡住了。他嫌我丑了，那好，我给你个机会单独拍他好吗？开个玩笑，待会儿再拍。好的好的啊。那吴总啊，在过去的两年，咱们这个都知道，受到国际的金融危机呢，咱们服装行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恰恰在这段时间，咱们的着装资发展流失特别的快，已经成为市场上的亮点了，当然也吸引了众多的业内人士的关注。那么我们的这个品牌到底有哪些优势和一些战略措施，可以让它越做越好？我相信您要说的，除了有一个这么好的形象代言人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秘诀告诉大家好吗？好，谢谢大家。其实着装制呢，在全国里面啊，大速发展，其实也有啊很多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产品，我在这里来讲一个笑话。因为我们呢，早段时间吧，有个做运动的品牌，他两妇女。那么想请您分享一下对今年冬季的服装的感受。今年冬季的服装就是很有色彩，然后我觉得就是混搭的非常非常那个时尚啊，就是比较有那个复古的感觉，挺好的。尤其是刚才告诉了大家，今年我们的流行趋势是走复古线路，我相信 Peter 听了会非常开心，设计师。好的，那对于我们湖北而言，赵总，接下来我们的分公司成立都已经三年时间了，这在三年里面呢，可以说是从零的突破，目前达到了全省的。我希望，其实就是挺希望着装制能够成为国内的一个能够真的能够引领潮流和被年轻人接受的一个，一枝独秀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品牌，因为其实挺欠缺的，就是对于这方面的品牌和人才，我觉得都是在一个上升的趋势，在对于中国来讲，所以我觉得这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也希望能看到更多着装制的那个设计师们，能够真的就是去给更多美丽的女孩子去创造更多有个性的美好的故事。和大家见面吧。师大宁波。师大宁波。七月十二号，也有朋友说了，你会不会去买票看？小说原著是一个男的叫吴晴，但这次就把它改成一个女的，然后是一个讲这个女捕，就是捕头，古代的捕头的故事，用很多意念的东西，然后来然后和小动物来交流，是不是？对，他就是别人有很高的智慧。为什么成了这样？台词并不是很多，我有深入的了解一下，但是呢，这个角色呢，需要用心的去演绎。虽然台词不多，大家都知道演技派也是非常的难，所以到时候大家在现场一定要支持刘亦菲小姐，好不好？